第一个节目的表演者也是咱们天降喜剧班的班主，年逾90的老艺术家秋千任，不是没有任啊，秋千，欢迎秋千。哎呦呵，好，谢谢大家的热情吧，当然再热情点就更好了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要掌声，谢谢各位吧。刚才他说呀，我们前两天打电话说让我们来一块演出，因为大伙都知道这两天脱口秀比较火嘛，我们就是到处一般演出的就很多。他给我打电话说，秋，咱们文艺广播40周年，你来一趟吧。我说时间够呛来不了。他说咱们是全包圆，赶紧来。我说真赶不上。他说给50块钱，我说马上到啊。哎，这跟大伙聊会儿。什么样儿？可能有观众说了，说你们这个所谓脱口秀怎么穿了一身说相声的服装呢？对呀、这个服装叫啥？各位知道吧？对了，叫大褂也叫长衫。为什么穿这个呢？昨天晚上我们俩打电话说明天咱们演出了，咱得穿统一的服装啊。我说咱戳啥穿啥，他说穿中式得了。然后我穿了个这个，他穿了个那个，一点都不搭。就是上他台来也是跟大伙聊天吧。其实这个语言类节目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可以鼓掌的啊，就是可以鼓掌的啊，可以鼓掌，谢谢大家。叫坏习惯上来就要掌声，谢谢大家吧。然后问问大家吧，大家有认识我的吗？好，这个问题有点自取其辱啊。啊，一个都没有啊。大家有认识他的吗？哎，谢谢。他叫什么？是从哪里认识的？刚认识。瞎说什么实话，你还不如我呢。讨厌啊。上来台来大啊，刘音啊，上来台，大爷话比我还多呢。上台来呀，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。刚才主任说了，名字叫秋千啊。可能有观众说了，说你是不是姓荡啊？没有，就是姓荡秋千，邱少云的邱啊，一千两千的千。说起我，可能在座朋友不是很熟悉，不过我的爷爷很有名，就是著名的首相丘吉尔啊。火，不是您等会儿吧，您等会儿吧，怎么着？是真有这事儿啊？那必须的。那我也得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你不刚介绍完吗？我再重新介绍一下。再说，我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。我有一个艺名，大家不太清楚。我的艺名叫丘吉尔。哎，你那么客气，你当那么多爷爷奶奶，抄我便宜这不像话、啊。没有，开个小玩笑啊。谢谢大家吧，也是来到咱们这个地方参加活动是高兴的。我昨天在北戴河那边玩来着。我刚才一个小时前下了火车，就是当地的好多也是做脱口秀、做相声的同行啊，就我们一块玩，我就发现身边好玩的事情太多了。我当地好多同行找我说：“秋，今儿哥带你去吃咱们北戴河的特产。”您根本能想到北戴河有啥特产吗？北戴河什么特产？海鲜还有啥？你知道带我吃的是啥吗？昨天晚上带我去了那个刘庄夜市，说：“秋，看这个正宗北戴河特产烤面筋，吃没吃过？”嚯，使这么大劲烤面筋啊！我说我没吃过。他说烤肠你吃没吃过？我说我没吃过。他说烤韭菜你吃没吃过？我说我没吃过。当时我就觉得在他心中，我是不是在北京吃狗粮活的？我咋啥都没吃过呢？这就很费劲啊。然后今天这个活动特别的好，主题叫快乐全包圆呀、来了也是咱们的老听众、老的朋友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两个人别说了。啊，我们两个人说没有意思啊，他也搭不上话，你们能看到啊，半天主持人不说话，说英文也不说话，咱们这样啊，咱们跟各位观众咱们互动一下吧。怎么互动？哎，各位刚才提到主题叫快乐全包圆，嗯，各位啊，应该家里有孩子或者自己还在上学的，有这么一个文字的游戏叫词语接龙，各位都玩过吗？玩过吗？词语接龙玩过、玩过。那个游戏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在座观众啊，在台下您各位老说这个演员的脑子得快呀，您就测试一下脑子得多快。您在台下随便出一个字，鄙人呢在舞台上就用您出这个字，咱们以词语接龙的方式给各位绕到一个好的词汇，就是咱们今天的主题叫快乐全包圆。各位说怎么样？不是，你等会儿呗，等会儿，就一个鼓掌的，你先等会儿说，等会儿。你刚才就这套话一说出来，我们就知道相声演员怎么着，对不对？怎么着啊？不挣钱，把捧哏的辞退了，自己来说脱口秀来了，是吧？大褂都穿上，这不什么了不起的？怎么着你？这个节目传统节目啊，是吧？以前我们都听过牛群冯巩那个节目，我们都听过呀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找托儿工作人员，包括这提前跟我垫那几个字儿，我一说，然后绕来绕去，绕到快乐全包圆。我说始终如一，一快是吧？快乐全包圆完了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没什么意思。没意思啊！啊，你这个大伙儿都知道，早年牛群冯巩在晚会上演过这个节目啊。咱今天肯定跟他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咱今天首先说，在座的观众有认识我的吗？有。
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不认识你。在座的观众，首先说我一个都不认识，咱们摄像机还有工作人员谁也不许说话啊。在座观众一个都不认识，您各位随便出字，没有托，咱今天没找好托，在座我不认识啊。您出这个字儿，我给您提个要求，越难越好。嗯，正常字儿咱不出，咱就出那地球上没有的，光有这个音儿，没有这个字儿。念得出来写不出来的都能绕到快乐全包圆，各位信吗？你有这么大本事啊？是吧？您这样，我就您，我是不信，我自己都不问、啊、您下去问什么？我下去问，您随便问。咱文艺广播都是咱老听众哈、哎、都是自己报名来的，对吧？咱你刚才说认识也是新认识的，你要是早认识他能这么惨淡的掌声吗？我说来了，好，我问一下有没有报名举手说字儿，随便喊。这怎么这都跟虽然你们是把康熙字典的烧了吧，是吧？这字真不好说啊！来，汗都出来了，什么字？你选一下啊，选一下 啊！第一个，那位朋友说了个犄角旮旯，啊，犄角旮旯，犄角旮旯，这会写九日日久嘛？嗯、对，还有什么字？这个不算啊，这个不算，这不算，四个字你怎么绕都快，你绕哪个你？还有什么字？刚才说那个，呼，来，哪位观众说的呼？刚才来，谁喊的呼？谁喊到敢承他猴，你看看他不敢承认，后边的女观众他猴，这是猴猴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对吧？猴，哎，就是到了我们这个现场之后，看我们这个节目之后，回到家里边，猴，然后说不出话来，太甜了，你猴不是咸的意思吗？猴的要命啊，这种词，你个猴甜猴也是。还有什么字？还有一个动词，什么词？一个动词，因为刚才那猴是大词，这是动词，哎，加一块是动词大词，是吧？就是你来的时候，你从外面来的时候那动作，窜，一个猴，一个窜。告辞，回来，演出废白拿，不要了，不行，今天滑铁卢了，不行，哎，一个猴，一个窜，哎，各位这两个字是谁喊的？咱举手，我看一下来，来谁喊的啊？一位大哥，您还不敢承认呢？哎，二位，我认不认识您？二位，不认识对吧？首先说，各位有怀疑他俩是托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那我开始了。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俩字很有难度？你知道这个游戏曾经有观众出过什么字吗？什么字？曾经最难的一次，我说各位观众出个字，有一个大哥站起来，我，咱一个一个来啊。阿姨是什么字？猴就很简单了。各位常说没有成语，咱们就组词语了啊。大伙听过一个词叫猴的要命，什么？算你吧。你别算，你得配合我呀！猴要命，你帮我接一下字尾啊！哎，命就很简单了。命，各位能想到什么成语？命，我先说一个，命中注定。各位能想到什么？这怎么这反咋就不算了？都命中注定了又不算了？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，定。我说一个啊，定能胜天。各位说一个，能想到什么？天方夜谭。嘿，我说了啊，天下第一。一五一十，十十分欢快，快快乐全包圆。好，哎呀妈，好，这词行吗？还行吧，这汗都下来了，这齁上来了，齁上来了。还有什么字来着？这个中午齁完了之后，晚上就窜了，是吧？这晚上就窜了，这俩字是一套啊，哎，这一套啊，窜，告辞。哎，你不是回来？怎么回事？窜有词儿吗？窜，你好，你看这位这。汗都下来了，快乐全包圆，喝无外窜是吧？哎，窜喝外窜，混，非得给你弄乱了不得啊？窜，窜，咱今天是直播，咱们要说点高雅的词儿，好多词儿是不能说的。这怎么不高雅？上蹿下跳啊，猴戏啊，孙悟空啊，窜开头，窜开头啊，啊，窜开头啊。那我编一个啊，窜天猴，窜天猴干嘛？你完了猴啊，又绕上来了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别猴了，不能是窜天猴啊。
窜得挺快，嚯，窜到全毛园，太水了，这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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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词儿太水啊！那我就换一个啊，哎，换一个，窜出去，这还不如干活，还不如这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，窜得挺快，窜得挺快，哎，快就简单了啊，快快乐乐，快快乐乐，哎啊，乐，各位能想到什么？乐极生悲，生悲悲。悲喜交加，加加减乘除，除除报安良，良良心大大地坏了啊！狗吠，狗吠！我说的良心咋突然狼心狗肺了？良心才狗肺呢！良心啊，良心，良心！咱说一个特别高雅的词儿啊！啊，良心大大地坏了，拉乐。拉干嘛呀？拉啊，拉拉就简单了啊。拉不拉多，多多多多少少少少的要命，命命中注定定啊，能受天天换别的，天天向上，上上上下下下下不去上不来，什么词儿这都是什么词？来。来来来往往好，往好干嘛呀？来呀、啊，来来往往往往往来来来，好家伙，来者不善善善，哎，好词儿好词儿好词儿啊！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好来，哎来来来哎来而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好好词儿，也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生生老病死，死死太棒了，又绕回来了，又绕着来了，哎呀，列位鼓掌吧，哎呀，但凡有一个认识的也不能憋成这样啊，太不容易了啊，死去活来，哎，来日方长，长长生不老，老老死不相往来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哎，今天来了你就别想走，哎，来者是客，客哪客着不来的，哪有这词儿，硬来呀，这是客客啊，带了客随主便，变变化万千，千千辛万苦，苦这全包园今天不签一套合同是绝对走不了，是吧，来了这门就关上了，苦苦口婆心，心心心相印，印印贼作父，印贼作父啊，这父亲是个画，你看看，印上贼作父，行，这算你父啊，互相伤害，互相伤害，好家伙啊，刚从北大河学会了方言了，互相伤害，害啊，害想咋地，这从东北上绕一圈啊，地啊，地久天长，长长生不老，老老死不相往来啊，老哦，哎呦，老当益壮，壮壮志凌云，云云开日出，出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虎虎踞龙盘，盘盘根错节，节节足先登，登登峰造极，集思广益，意志更坚，坚如磐石，十分欢快，快乐全包圆，好。感谢秋千啊，一脑门子汗。其实啊，他刚才说窜得很快，就快乐全包圆了。